就是要同时两边一起踩啊。是两个人，一个人也可以。那如果配合不好的话，就会坏掉了。不会啊，你在两边有两个，他有一个人也可以操作。你在这边等着，又可以上这边来。那就变成好像他这样子啊，一下子那边，一下子那里。不行，你可以走过来，在这边上，但是两个人。